啊，因为你指法如果都固定，你越练就会越熟哈、嗯。所以你就是记得要唱嗦咪发嗦咪发嗦嗦，拉西转哆来咪发啊咪哆来咪。这边要看到这里已经要跳下来了，才来得及跳咪发嗦拉嗦。很容易卡住，可是 你只要理解它都在里面就不会卡住、嗯哦、好，那 这时候你的拉要移一格过来才变成拉、嗯、好，然后拉哆西拉嗦发嗦发咪发嗦拉西哆，因为如果你少用一只小拇指的话你会很吃亏、嗯、所以你就必须要练小拇指、哦嗯、然后再拉哆西哆西哆西拉西，这时候这个哆要转大拇指，因为等一下变成哆来咪发，然后才能接到下一次的嗦咪发嗦，才不会断掉，因为很好听，要弹三次，所以这边要一直练反复。好，所以速度是一二三四。手练手以后啦、啊，我们把整首歌的和弦 组合想出，就是找出它的规则哈。C， 好唱咪，然后瞬间往下，啊，保持这个不动，变成 G 了哈。然后所以它都是二转原位，然后变 A m 的二转原位，好，所以它的规则是这样哈。然后 F 二转原位 C， 然后 F 二转 G 也二转。好，那练手这个左手啊，做瞬间往下，好，这是整个卡农的精髓，你要很熟，你才有办法加音。好，所以在第一行的时候跟第二行的时候就要用到加音，好，这前奏进来。就开始走左手，保持这个共同音不动，然后这边一七变成一三变成七二，往左边移一格，好，所以这样一组一二三四二二三四，好，往下走，好，两个两个一组，所以你可以练习两个换踏板这样，好，然后 F。最后两组 F 跟 G 是分开的。好，练手以后再把大小声稍微做出来。好，然后二十二页最后这 C 段切拍啊，就是 C 手嗯咪嗯发嗦这个哈。那指法弹得出来就好，因为有时候要加音哈，所以我做一个大概的就是。A 段控制速度，提醒自己一开始要慢。右手加音做好，右手多一点，左手轻一点，左手进来。小声，thank you.
志祥老师。如果你有需要影片上方的双手简谱，欢迎连结下方网址进入老师的 FB 网站相簿里面索取就可以咯。欢迎订阅小铃铛，谢谢您。